我们的这次主题是横振冲击 Lifeboat， 因为有鉴于海上人民安全的重要性，所以我们讨论出这个主题。现今航运界中都很注重人民安全议题，所以能够提高船舶人员的存活率是大家都很希望达到的目标。我们有受过专业训练，帆筏技术需要一点技巧，但是对于不熟悉帆筏的旅客以及天候不佳的情况下，如何能增加生存率，这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题目。由于救生筏释放时，救生筏于空中充气完成掉入水中时，有可能呈现反面的情况，如发生反面的情况，则需要经过翻筏的动作使救生筏复归正面。但对于客船来说，会释放救生筏时已是紧急情况，船员们忙着释放救生筏，也许会无法顾及到每个救生筏 的正反面问题。如果每个救生筏在水面上都能呈现正面的状况，那乘客所能生存的几率就能大大提升。所以我们就讨论出了如何能让救生筏在海上能以正面状态充满气，让乘客的安全生命得以有保。我们观看许多救生筏实际释放影片，现今救生筏都是以拉拔缺口以开启充气阀开关来充填救生筏，但是如果遇到风力影响或者是撞击影响，都会使救生筏在空中发生翻滚而呈现反面落水的情形。如果救生筏处于反面状态，那就需要经过翻筏的动作来将救生筏归正，而这个作品则不需要人力去做翻筏的动作。本作品的救生筏入水后，因为本作品的底部有配重，所以救生筏出放筒达到稳定平衡时，则代表底部的海水开关处于与海水碰触的状况下，则开始作动电路与气压元件，使救生筏开始充气，让救生筏都能以正面状态充气，使人员不必进行翻筏的动作，而且藉由搭配电气控制系统，可以精准的开启元件开关，使用电路设备维修工作也比较轻松，维修时只需要更换元件设备即可，无需修理相关机械机件。以上是我的介绍，谢谢。